今日，晋军封主亲自领兵，慕容雪虎为何不亲自挂帅？我知道他们将帅不和，日落之后，天下为我赵国独尊。今天，燕飞儿与众将士同生共死，不胜公哀。 赵国公燕的死罪，请给我父王留一条活路。走开，父王！来呀，来呀！你还是痛快的给我一刀吧，将来赵国也会让你不得好死。
杀了你一个，我杀得了所有赵国的人吗？赵武，燕赵两国征战多年，死伤无数，你知道争的是什么，为的是什么？你父王，我的父王，还有我们的先祖，战场上千千万万的将士，他们因何而死？为了仇恨。仇恨？我跟你的儿子有何仇恨？我们两国不要再打仗了，带你父王走吧。退下。走。大王怎么样？